国的投资者大家好，我是 David， 欢迎收看今天5月7日的股市最前线。好朋友们，再度恭喜各位用涨停板写日记，这是我们的 style， 也是 David 的 style。 David 的 style 就是希望你的股票，希望你跟我们一起锁定的标股常常涨不停，常常有涨停，这是我要给你的。来，全国所有朋友们，我们可爱的手机也是你我的印钞机，我们来对扣讯的时间又到了。我来几点几分恭喜大家涨停了、哦、我跟你讲，哎，会员朋友们，我们今天还在另外买一档、哦、也快涨停了、哦、万一等一下我们节目录到一半涨停， 我又可以发恭喜涨停、哦、来，会员朋友们对扣讯、哦、恭喜会员朋友们，本周私房菜67什么什么、哦、我等一下会秀字卡、哦、昨天涨 9%， 今天再来一根涨停板，5月7日9点51分，5月7日9点51分，这一档股票我什么时候买的？昨天节目上我是不是在拿我的手机在跟人家讲，我很难得的在不是早上9点多买，而是在中午12点多买股票，我很少这样买，我会这样买的理由等一下会解释、哦、来，会员朋友们对扣讯，我昨天的时候什么时候买的、哦、David 昨天买67XX这一档股票、哦、市价买进是昨天5月6日12点50几分，我进这个摄影棚前我发的，我通常一点钟进来嘛，来，会员朋友们，现在时间1点08分嘛，我通常一点钟进，我就哎、欸，我就一直在算，我说这不对，什么不对？我昨天在看，就是这个买法一定有鬼，所以我一定得在进这个摄影棚之前买好，因为我猜啊，这是我个人的推测哦，好不好？因为我猜对了嘛，我昨天就在算哦，昨天这一档股票那个买法、啊，今天大概很有可能会涨停，所以我要求我请我那个服务人员赶快通知我们的客户，这一档要先买，这一档要先买，不要等了，这一档要先买。好了，到底是哪一档？不要卖关子，我等一下秀给大家看哦。会员朋友们，我们今天手上很多股票不仅涨停还大涨哦，我们拿一一分享给各位。那当然，如果你有看 David 的频道，订阅本频道，我相信来观众朋友，这一份资料我前两天送给你各位的，上礼拜送给各位的，你一定有拿，里面又有标股，又快涨停了，我等一下分享给大家哦。那今天呢，除了分享这个之外呢，我有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要给你，来看我的字卡，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的是爱家特惠。什么叫爱家特惠？很多客户说，老师，那会费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我说，你已经赚那么多了，我们小钱不要省好不好？但是我可以给你会期双倍，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像爱普，爱是指爱普，家是指家灯。特惠就是我们昨天买的那一档，把它倒过来，所以它叫爱家特惠。那昨天买那档叫什么？叫做惠特6706。爱家特惠，爱普喜不喜欢？家登30几块了，有赚吧？惠特昨天9%，今天涨停。爱家特惠，大家都赚到了吧？接下来惠期双倍赚，你直播 David 的专线。02-6630-3231，你告诉我们你要爱家特惠，我给你汇齐双倍，但最重要的，爱普今天涨停了哦，那、啊、当然不干我的事哦，我已经卖掉了。家登今天创新高190几块，特惠是什么股票？没有人听过对不对？哪一档是特惠？不是惠特，跟着是惠特，哪一档会叫惠特 ？David 当会解释哦，我要告诉你我怎么看出来的哦。我怎么知道他今天会涨停？但最重要的，来，全国所有观众朋友们，帮 David 做个见证，好、哦，这一段记下来。像爱普、家登或者惠特这样的标的，我 David 明天早上还有一档，也只有这一档。我 David 明天早上还有一档，我很有可能9点开盘就会买。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你有兴趣的，把握这个专案的时间。我们就推这两天就好，跟好脚步，标股你要动作快，你再不快一点，又是涨停涨停涨不停，你的爱普是不是少赚很多了？还是你跟着 David 老师一路从100块赚到现在？当然了，我们这礼拜也卖掉了，因为我没把爱普卖掉，我没有钱买那个惠特这张股票。来，观众朋友们，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看看惠特是什么东东，这么神奇，你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过。来，观众朋友，看我的字卡，来，观众朋友们对扣讯吼。那在我们聊天的时间呢 ，David 老师的新标的又快涨停了哈，不多说了，反正你知道就知道。
来，这一档股票叫惠特，所以说嘛，爱家特惠嘛，特惠，你看，观众朋友，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名称啊，爱普加登加惠特，叫爱家特惠，给你这个专案啊。下次如果涨停板的股票很多，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再拉长一点，可能会挂贝瓦呢。希望你会喜欢 David Style 涨停 Style， 好不好？来，好朋友们，我们来聊聊这档股票是什么，6706的惠特。David 昨天12:52买95块钱，收盘差一点点涨停，没有涨停哦。昨天收盘是 9.27%， 所以你收盘99，我买95，懂吗？这个价钱没错嘛，95块。好，会没有自己对时对价15块。那昨天现赚4块钱，今天的惠特6707的6706，好，6706的惠特。今天开盘9:53哦，就涨停板了，所以恭喜大家嘛！恭喜我们朋友们，本周新私房菜6706惠特，昨天9%，今天再来一根涨停板9:51。啊，惠特一下，惠特一下，没听过对不对？好，我简单跟大家讲哦，6706惠特这张股票呢，是台湾很少数、很少见的一个族群哦。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去年年底才刚上柜的股票。所以很新，非常新，你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过。6706的惠特，哦，对，我答应大家，为什么 David 知道要买惠特？我来示范一下怎么知道的，好不好？有没有兴趣参考一下？有没有兴趣参考一下 ？David 的新私房菜还有哦，你不要以为老师你刚刚你惠特涨停提出来供完呢，我还有一档哦，所以我明天早上买，你要跟好。你观众朋友都是你，喜欢赚多少钱，喜欢赚标股，你跟好，好不好？来，好朋友们。看 David 的电脑，我怎么知道惠特的？看这边，好啦，好朋友们，爱普涨停，惠特涨停，还有这是谁？我讲过 N 百次的台表科吧，台表科今天也涨停。当 David 昨天看到台表科的同时，因为台表科比较没那么容易涨停嘛，我就注意到跟台表科有相关性的惠特，昨天蠢蠢欲动。然后呢，我花了一点点时间计算筹码之后，我发现这一档股票一定有鬼，所以我昨天就买好了。不信我证明给你看，来，观众朋友们，来就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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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说看盘软体哈，不是没有用了，但是我们用最便宜的就好。David 现在手机的这个看盘软体就是那个不用钱那个什么足的哈，对。那这个看盘软体有什么用处哈？我不知道介绍它哈，因为是免费的哈。你有去注意看那个6706的惠特昨天的走势齁，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什么叫关键的重点？来，观众朋友，我现在用口说齁，你没有感觉，我没有画面。麻烦导播我们那个上我的字卡齁。我们来昨天的江波图齁。来，昨天惠特成交2000多张齁。有没有没量。前面从9:00到10:00这个空间没有量。对不对？懂了？你看江波图，它没有那么密码，开始有量的，有量，然后缩住哦，再有量，懂了？这代表什么？有人借着这个没量的时候，一直堆砌这档股票，就是五郎的假回。所以昨天的2000，我记得昨天收盘是成交最后2000多张，快3000张。这一档股票昨天大概有这个地方有500张以上被特定人吃掉了哦。如果这个资讯你不懂的话，你自己去查你那个股市的那个筹码分析齁。不过 David 在盘中我就已经看得出来了。所以我昨天早上我花了很多时间，我一直在看这张股票。我说这股票一定有鬼，一定有人在吃。那基本面不用多说， LED mini LED 的那个测试就是惠特主要的营运项目。那最重要的是请试驾买，看 David 有没有等很晚的买，因为我已经确定了这个一定有人有兴趣。我不要说有人做了，好吧？有人兴趣，加大杯以后嘛，好不好？你看，果然收盘，这很神奇吗？我当初让你买爱普，我是这样买的啊，6531爱普，我也是这样买的啊，不是吗？6531爱普 ，David 什么时候买的？4月13号啊，当时我买的股价是102，开盘我看那个敲法就知道，这个一定有人要做，我就买了。David 做判断是非常快，是算秒的哦。通常一档股票能够让我看超过半天哦，这表示这种股票一定有稀奇之处。果不其然，如果所印证哦，
昨天如果你有去看6706惠特这档股票的筹码分析，昨天主这一档这个插足股市里面、哦、有写、哦、主力筹码500张进场。当然你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啊，但我的版本有写是这个东西啊。欸、我是盘中就买好了，我不是收盘才知道哦，我是搬电话的背后啊、哦。所以，朋友们 ，David 昨天12:50赶快发过讯给你，才进来这个摄影棚。我边录这个节目，边帮你数会不会涨停。就像我今天买的这股票，今天虽然差一点点涨停，不过我想了、啊，我希望明天早上一开盘，我还有机会再买一次。它跟艾普很像，它比嘉登还猛，它跟惠特也很像。所以，全国好朋友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是什么？如果你喜欢 David 的标股，你跟我们一样，你跟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一样，你喜欢涨停板写日记的朋友，麻烦你不要再错过了。David 诚挚的邀请你一起来锁定标股。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这么重要？我们先不要管台北股今天指数涨多少哈，我等会跟你透露个惊人的秘密，当然不是走标股的秘密啊，而是关于台北股市的行情。来，好朋友们，先看我的字卡。所以 David、哦、今天的节目只有一个重点，我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母金钱专案、哦、爱加特惠。我们喜欢像爱普6531这样的股票，我们喜欢像嘉登3680这样的股票， David 更喜欢你把爱普赚完之后资金转过去赚惠特。昨天 9%， 今天涨停。 David 邀请大家真的惠期双倍赚。为什么要双倍？爱普花你两个礼拜而已，一倍了。惠特花你两天而已，15%了。有劲不？所以会费从来不是重点，重点在老师，啊，我可不可以多赚几档啊？所以我给你会期双倍，可以理解吗？会费对我们的听众、对我们的观众、对收看订阅本节目的朋友们，会费从来没有问题。吴小敏，我看 David 这波探寡这些题啊，我像我这两天很多客户来参加的时候，他那个持股体检的股票就是我过去讲过的、啊。真的啊，嘉登他也有啊，爱普他也有啊。哦，我说卖掉，但现在廷华卖掉了、啊。也许他卖太早，也许他刚好这两天卖掉没有卖那么漂亮。Anyway， 你怎么卖在200块附近嘛？今天爱普涨停，老师啊，爱普涨停就扣秀哎，错，你转过去换什么 ？David 带你买6706惠特，昨天95块收盘99，今天涨停，你已经又赚一根半的涨停，这才是 David 要给你的，安尼才会紧啊。这个行情就变速度，为什么要来走？为什么要拼速度？来，全国好朋友们，全国好朋友们，看我的电脑，我要说明给你听。今天最重点在这里，电脑，好不好？恭喜大家，惠特涨停哦，6706的惠特。所以啦，那老朋友台百科、爱普都涨停，不多说。惠特啊，对，还有一档，来，不要说 David 都自己赚都没有送你，我有没有一直跟你讲说 David 送给你的研究报告里面那个资料哈、哦，五月台股攻略秘籍，我上礼拜送的。我4月28号送的当天，我就跟你讲，有一档股票你要去买，有没有？我节目上有，第一个族群里面的第二档就是它3483的励志 ，David 买578块，今天已经67块钱，短短一个礼拜啊，没有涨停啊，你自己看，你们都没有涨停啊，南北雷家，细尾你在背啊，我在背扣啊，我在去扣啊，在哪里嘞？都没有涨停哦，你手上的励志。观众朋友们，你也有我点名做介绍，我说我送你赚10块钱，咋扣啊？咋扣啊？完全不花你一毛钱，我送你赚的、哦。好 ，David 刚花很多时间跟你讲，我说那最重要的哈、哦，麻烦各位哈、哦，每天来锁定 David 的节目，记得帮 David 做订阅哈、哦，这是我昨天的节目哈、哦，订阅好不好？按赞，分享给所有好朋友们，然后最重要的 ，David 今天哈、哦、这个麻烦帮我填一下哈、哦。等一下我做出来齁，你我现在先示范给大家看。David 有这个爱加特惠或惠期双倍赚，你想打电话的直播我们专线，或者来填写这个表单。姓名手机这样就好，好不好？输入 email 或者你有 LINE ID 都可以。那这个专门我们为这一次非常独特的双倍赚的优惠专案所设计的表单，爱加特惠。好啦，话不多说，时间有限， David 也不喜欢浪费大家的时间齁。我们把今天的重点放在标股身上，以及为什么 David 老师要买的这么猛、哦、我如果大家想听我讲大盘，我只讲，好吧，我讲2分钟就好，我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哦、时间很宝贵、哦、大家是来赚涨停的，每个人都需要股票涨停，但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 David 要这么买，答案就在这里。
今天、昨天、前天都有很多的会员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这礼拜说这指数会震荡？很多人听到震荡两个字会害怕。来，礼拜一，有没有在这里？我的滑鼠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到今天，指数通通都是横向的震荡。我说这里不会回档，它就是震荡，回档幅度有限。来到明天 ，David 个人啊，我猜测啊，明天台北股市应该会大涨。好，明天台北股市应该会大涨。至于为什么，这是整理形态的第四天，那这里已经有做短突破了，所以很快的明天可能会再次突破。至于会突破到哪里，因为碍于法规限制，我在节目上不明讲，但这两天包括明天早上，请全国所有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把标股买好。标股在哪里？就在我电脑里，你自己去看。立志立五马，金像电力马五马，嘉登探查，嘉登今天创新高呢。观众朋友啊，你的嘉登，我的嘉登，每一人都有嘉登，嘉登起四十块呢。这里我买多少钱？152、153、154、155，今天高点多少？192，对不？啊，万一明天再上去嘞？万一啦，也许会，也许不会。可是这股票你们赚得很爽。好，老师，那没有涨停，我说对啊，那我们再换一个会涨停的嘛？你看我昨天让你买的6706惠特，老师，惠特要不听回？你不用听过，你要先从学会赚涨停，再来认识标股，可以吗？投资朋友们，所以故事回到重点啊 ，David 怎么知道的？我只暗示你一件事，我怎么看筹码的？人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讯网络，你怎么会知道爱普可以买？4月13号就可以买，你怎么会知道？爱普赚完要换过去惠特呢，我知道啊，所以我做到了、所以我们赚得很开心啊，可以理解吗？好啦，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打电话了，好不好？或者记得来填写表单，我们的爱家特惠。那节目最后呢，帮镜头转到我们今天的特惠方案，就是我的这个字卡上面，好不好？我讲最后一次齁、爱家特惠，爱普、嘉登、惠特这三档标股，大家赚得非常开心，常常涨停，还会涨不停，汇期双配赚，汇费就不要再问我，那是小钱。速播我们的专线02-6630-3231 02-6630-3231，或者帮 David 填写表单，今天节目的下面，我们这个方框的下面，你把它拉开，里面的内文啊，我就有做那个爱家专案的表单连结，爱家特惠，好吧？希望这样的标股你喜欢。好，那我看一下我偷买的股票涨停了没？好，很好，今天没有涨停，所以明天早上我还有机会进场。喜欢吗？喜欢那种感觉吗？喜欢常常涨停板的感觉吗？喜欢的你更好，好不好？那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预祝大家我们继续天天用涨停板写日记，让你赚到包君满意。明天见。